东京最新欧力蓝丁田 Granbury Park 已经在11月13号开幕了，占地超过22公顷。欧力入面有241间铺头，涵盖时装、饰物、家品、卡通精品、餐厅等等，一日绝对行唔晒。全场最厉害的一定是户外用品品牌 Monbell， 这间 Monbell 面积有成2250平方米，是全日本最大的旗舰店，门口还有得玩蛙艇和攀石体验活动。另一中慕名店有露营界 LV Snow Peak， Bins 全场最便宜两折起。还有少女最爱的日系家品，好多特价货品，买两件仲额外七折。场内还有 Snoopy Museum， 加上好多间特色食肆。包括有关东第一间 KFC 放题。这里又可以夹公仔，又可以看戏，还有儿童游乐场，大人细路都有嘢玩。由涉谷来到这个站只需要33分钟，好方便啊。